好，接下来我们知道这是热带流动，是因为能量在流动，对不对？对。热带流动上就能量的流动嘛，所以我们来看能量哈。对。那能量怎么定义呀、啊？对。这个什么、啊？能量怎么定义？如果你是科学家，你想知道到底有多少能量流来流去，你怎么定义它？就。怎么定义它？无形的力量，无形的力量，有一种无形的力量让水沸腾了，对不对？一种静音能量。我这边有锅水，我给它能量，我给它能量进去了。结果呢，这一锅水温度就上升了，对，温度就上升了。温度就上升了。哎，我到底给多少能量？基础温度。基础温度 ，temperature。我能量给了它，水的温度就上升了。那怎么定义能量有多少？到底给了多少能量？怎么办？我们再想想看哦。这个能量的多寡跟温度上升有关系，有关系，对，这么说，能量的多寡跟我的温度有关系。什么东西？啊，这个字叫做 delta， 这个三角形叫 delta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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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elta 就是在物理或数学上 ，delta 的意思就是差异性。差异性，懂吗？差异性就是增加了多少，你可以叫做 delta， delta 一就是能量增加多少。都是一样。可以不换一条线。一样。Energy。Energy。Energy。Means。Energy。Means 是意思是什么 ？Means。Energy means。Energy。啊，它的意义就是能量。能量就是说造成它的温度改变的关系。好，那请问这个温度，这个能量给了它，让温度上升了，很明显嘛，对不对？温度给的越多，能量上升越多，对不对？对，是这样子。相反的吧。啊，温度给的越多，能量上啊，能量给的越多，温度上升越多，对不对？温度给的越多，能量上升越多。温度上升越多，你觉得是能量给的越多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是一样的意思哈。好，接下来假设这是一个大锅子，里面装很多水；这是一个小锅子，里面装了比较少的水。假设我给了同样的能量，谁的温度比较高？好坏。哪一个温度比较高？左边的温度会比较多，对不对？对，它的能量比较，它的温度比较高。对。所以发现说，哎，其实我们的能量给的多跟少，实际上跟它的质量有关系，多跟少，还有跟温度的表现有关系。所以我们就做大胆的定义，定义什么？就是科学家定义的事情。定义什么？哎，各位，质量越小，用的能量也越少。我们就定义哈，让一克的水，一克的水，啊，简单点，我换算成它是一公分，所以它是一立方公分。水的话密度是一嘛，所以它几克？一克嘛，懂意思吗？水的很多东西我们用水定义它，因为水我们很容易做的，对不对？水容易拿到嘛，所以我们用水来做定义它。来，一克的水，我们让它上升一度 C， 这个能量叫做什么？一个能量。叫做一卡，对，一个能量。那这个能量呢，是某人定义的，是卡路里这个先生定义的。所以从此它的名字就跟能量画上等号。我们说一卡路里啊，一千卡就是一大卡。好，后来发现这个卡的能量太小，对我们人不好用。所以我们人每天吃的东西要吃多少能量？要吃100万卡，好难算哦。所以就一千大卡，就把它变成一千倍哈。一大卡，实际上就等于一 K 卡。K 是什么？我每天讲说啊，我薪水是22K，K 是什么？一千的意思啊，对，就是一千，一 K 卡就是什么？一千多少卡？对。什么事？我有病。你可要不要告诉这个，不要把这个秘密跟大家讲。让0度的水变到1度，跟让99度的水变到100度，是一样的。能量是一样的，对，经过实验是能量是一样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
基本上绝对相同这件事情是不容易发生，它可能有些许变化，但是这个变化都在我们接受范围内，所以我们就定义它是相同，就认定它是相同的。然后在一克的水变成一克的水，如果它温度是零度变成一度，它所需要能量等同于99度的水变成100度的水，这个能量是一样的。但是零度的冰变成一度的水，需要能量不一样吗？因为它中间有个融化热，有个融化热不一样吗？那不一样。同样的，99克的水变成100度的蒸汽，能量不一样吗？哦，它有一个叫相变化，相变化出来什么？是不是99克的水？那99克的水变成99克的水。这个水，听，这个水，99度C 的水。变成100度C 的水蒸气，不是跟变成100度C 的水不一样哦，这个结果不一样哦，懂意思吗？懂意思吗？变成100度C 的水，只要假设这是10克的话，我只要10卡的能量，但是变成水蒸气呢，我大概需要很多，这个变成水蒸气需要很多的能量。那查一下表，忘记了，不知道有没有，好像是540吧，每一克要540。那么多。对啊，那表在哪里？很奇怪。啊，这边呢，你看课本140页啊，课本140页。看到一个，这是141页，那再往后翻一页，等到141页或141页，看看，再往后翻一页。这个对，这个再往后翻一页，看到了，你们可能是148页，有的同学在148页，看到没有？148页有这个图，有这个图，我是这里。啊，这图我们先讲一下哈。好，这是加热的图形。Hello， 下面这个地方是加热的时间，以分为单位。这边是温度。好，来看这个图什么意思呢？这图什么意思？当它是冰块的时候，以水为单位，以水为我们实验的目标，水。水是固态的，叫什么？冰块。冰块在固体的时候，我在加热的时候，它慢慢融化，慢慢融化，就温度跟水的时间上升。对。上升到什么点开，它就是温度会在上升。水跟冰块。这是什么？这几度 C？ 零。零度 C 啊，这零度 C， 零度 C 没发生。那我情况这边我们给能量。有。我给能量嘛，因为我一直在烧水嘛，我已经自己给了。为什么温度没有上升？为什么温度没上升？啊？哦，因为它在融化。它在融化。哦。记不记得我们讲？固体的三态的时候，固态、液态、气态，什么东西不一样？什么东西不一样？密度。密度不一样，还有嘞？温度。温度不一样，还有嘞？还有什么？还有分子之间的距离不一样，都是。分子之间的关系不一样。在固态的时候呢，分子跟分子基本上是卡住的，会不会跑来跑去？不会。不会。到液态的时候，分子可以跑来跑去。可以。可以哦，液态水就可以，那个分子可以跑来跑去，对不对？到气态之后呢？飞来飞去，它就可以跑得更远了，对不对？你从固态变液态，很简单，我就要把那个中间 的关系打断，我把中间关系打断，让它可以跑来跑去嘛。打断需要能量，需要。打断需要能量，就叫做相变化。它从固相变液相，这个相变化就要打断它之间的关系，打断之后需要能量，这叫做融化热。这边需要融化热，同样的到液体变气体的时候，它融化热变需要更多，它需要更多的
热，它不叫融化，叫气化热。气化热就是让它的分子关系本来是虽然可以自由移动，但是还是彼此有关系的，就卡在一起。你们在听吗？有啊。每个人看窗外面什么回事啊？这个分子跟分子间它还是黏在一起哦，但是要把分子跟分子间它拉大距离，需要更多的能量。即使温度没有改变，温度都是同样是几度？温度是几度？对，100度哈，这是100度。100度 F 的时候，温度没有改变，但是光是把它都黏在一起变成分开，它就需要能量。它能量很多，它需要很多的能量，让它把它从液态变成气态，它需要很多能量。当它全部变气态之后呢，它内加的热就可以让温度再上升。OK。这样有问题？有问题，你说。那如果给他一点点能量，然后只给他一点点能量，然后一直给他，所以他也会一样，只是比较慢。这东西还有别的问题啊、哦。我们曾经以前我在另外学校做实验哦，就是等下我们可以做实验哦。拿一杯水，我就拿个酒精灯烧。就烧了，温度呢就是上升，对不对？我拿温度计一量，温度就一直上升，到后面就不会上升了，很奇怪了。大概在86度的时候就不上升了，不上升，一直烧，酒精灯烧完了它就不上升。一个是水蒸发，水蒸发带着热，还有嘞？还有跟旁边温差太大。对，旁边温差太大，那水热会流出来啊。对，热会流出来。所以当你的酒精灯的温度给的能量不足以让它，如果你的能量刚好跟旁边流出的能量一样多的时候，温度会上升，就平衡了啊，温度就不上升了，所以那怎么烧都不会沸腾，懂意思吗？它就不会再沸腾了，它温度维持在那个点上。是吗？啊，只要一个火，然后它就一直变。哦，没有，它就变到看你的温度会到后面顶的时候，你越来越，你温度越高嘛，它散的越快，对吧？你可以中午自己实验，东西在这里，好，利用实验来实验。你说为什么会有不同温度的火？再讲一遍，没听懂。不是会有不同温度的火吗？什么叫做不同温度的火？就不是说什么绿色的比较热，红色的比较热。啊，就酒精灯的位置啊，酒精灯的灯火的位置嘛，那个火的位置嘛，是这个意思吗？那个火焰的颜色。对嘛，就是灯火。你看我们火点起来的时候，这边颜色跟这边颜色可能不太一样，对不对？对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这每个温度颜色，每个地方的温度不太一样，每个地方的温度不太一样。蓝色火什么时候会蓝色火？什么时候会有蓝色的火？是光太小火了。啊，那是瓦斯哦，每个因为每一种东西燃烧温颜色本来不一样，酒精灯燃烧它温颜色偏向红色、橘色这些方面。对不对？它也没有绿色的火，它有一点点蓝色的火，啊，有一点蓝色的火。所以它那个比较热，就是那里比较热，就是因为它能量比较多。它比较热，通常因为它反应的比较完全，它反应的比较完全。通常如果说哈，吸瓦斯哈，它有两个孔，一个是瓦斯流出来的孔，另外一个孔是空气流进去的孔。所以空气这边有个开关可以调整空气的量。当你这个两个比例不一样的时候，你甚至如果把空气的孔盖起来啊，你让燃烧出来的火会变什么？会变红色的，那个火没有温度哦，而且还烧起来还会有黑黑的残渣。为什么？因为燃烧不完全。好帅啊！燃烧不完全。当你把那空气调大一点的时候，那个火会变蓝色的火，蓝色火温度比较高。温度比较低啊，不是讲说没有温度，温度比较低。对啊。不能摸啦。它的温度比较低，并不代表它没有热。啊，所以火是能量。有能量。火是燃烧的结果，它是一种发光的现象。火是一种发光的现象。那它的能量是储存在里面，储存在这些气态里面。那这气态的能量在靠，不管是接触，再把这能量传到水壶里面，让里面水温度增加。这个燃烧，这个能量怎么出来？这能量是靠反应。哎，同学在干嘛？有在听吗？有。他在问什么问题？他问我是
是？你说火是一种发光的东西。火是一种现象，它在发光。火是一种反应的结果，它是东西在反应，什么反应呢？它谁跟谁反应？空气跟什么？空气跟那个蓝蓝。其实主要是氧气啊，氧气跟什么？能量，不是能量，燃物，可燃物在反应，可燃物像我们这边用酒精的话就是酒精灯，如果底下的瓦斯就是瓦斯跟空气的燃烧，燃烧就是一种反应，反应的时候呢，有一种现象叫反应非常激烈，它发光，这光就是颜色，就是你看到火，反应不见的会有火，像我吃的东西进去，其他的东西会不会在身体反应？我们那时候上课有讲过，这叫什么？这叫燃烧的一种。我们叫燃烧脂肪，也是在燃烧啊，因为它的反应。可是反应不让你冒火，有没有让你冒火？没有冒火，它没有让你冒火，它只是在反应而已，它没有冒火，没有到那个程度，所以它就是还是有温度啊。啊，那你温度怎么产生？因为它能量放出来之后，它会把旁边的空气、旁边的东西温度会提升，所以温度会传进去里面。懂意思吗？那懂意思吗？那懂意思吗？懂吧？啊？在哪里有问题？看起来地表上还有问题啊？什么问题？什么？所以这个燃烧温度不会上升，主要是因为它上面就把热散掉了。所以通常你要把这个温度保持，要怎么做？把它盖起来，一个是盖起来，盖起来不要，不是重点，盖起来不要让它。不要让它冒水蒸气出去。然后外面的温度比较高。什么东西？让外面温度比较高，怎么办到？对，我可以转。还有个方法，我们在登山都是用到的方法，是吧？把它围起来嘛，对呀，把它围起来啊。对，围起来就是你刚刚讲，让温度上升，因为你让这边温度也上升，这边温度也上升。挡风板。挡风板嘛，那它就不会再流，不容易流出来啦。啊，它温度不容易流出来，所以它容易沸腾。啊，说这两个东西做的话，就会帮助它快点沸腾。实际上就是把这能量局限在这个区域里面 ，OK， 懂意思吗？好。所以呢，热量的定义懂了吗？懂。热量定义懂了哈。好，那我们后来发现一件事情哦，假设我把同样的能量加热不同的东西，譬如说这个加热水，我给水一卡的热量。一克的水被给了一卡热量，要上升几度 C？ 一度 C 啊。可是同样的能量，如果把一克的铁，用同样的能量给一克的铁，就发现铁的温度上升了，可能是2.2°C。哎，怎么这样子？为什么这样子？就是它。铁。我如果呢，把这个东西，这个能量给了一克的土。一克的土质是什么？土啊，就泥土啊，沙子啊，就发现它可能上升了1.8°C。啊，这两个数字都是随便给的啦，都是随便给哈。但是实际上有这样的现象，它温度会比水高，水会1°C，它却可以上升1.8那里去啊，它却可以上升2.2，代表什么？它们比较会上升。它代表它们比较会上升，温度比较上升，就这么简单。代表它的能量给它一点点，它就可以上升了。他比较厉害，不能说比较厉害，就是每个特性不一样。他比较，所以这种定义东西，我们把它拿来跟水比较，这种能量把它拿来跟水比较，所以我们重新换算了。假设都是上升1°C， 铁呢，只要0.45的热量就可以了。土呢，可能是0.054一卡，不知道更少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更少？后面1.8就会有多。所以我们通常就用1°C 来当比较，这个
东西跟水比较，我们就说这叫做比热。二。好，比热就被定出来。比热呢是每个物质的特性，每不同的物质有不同的特性。譬如说，这支塑胶的尺有它的比热，这个粉笔有粉笔的比热，这个纸有纸的比热，木头木头比热，每种的东西的比热都不一样，每种比热都不一样哦。好，你可以把它当成它的物理特性，就像是一个物体有一个密度一样，它的物理特性一样。好，所以呢，假设我问一个问题，某物体它的比热，是0.7，是0.7。徐啊，这个物体如果是十克，我让它上升一度C，我需要多少能量？0.7吗？啊，0.7对，0.7。0.7卡对不对？错，十克嘞。0.7是七卡。七多少？七卡。七卡。三吨。对，就七卡。三吨。七卡。三吨。为什么？啊，如果把某物体换成水，换成水，某物体的水十克。比热，水的比热多少？一嘛，水的比热一。水的什么都是一。等下我需要几卡的热量？一。几卡？零点一。我们这不是讲了吗？一克的水上升一度C需要一卡的热量，对吧？我有几克的水？十克的水，所以上升一度C需要几卡热量？几卡？一克的水上升一度C需要一卡的热量，十克的水上升一度C需要几卡热量？十卡，是吧？清楚吗？非常清楚哦。好，那我们来讲一个事情哦。好哦。赶快，这很关键哦，非常有趣的事情哦。好哦。好哦。好。那请问啊，这是一个平行四边形。平行四边形，这是一个立方体哈、哦。假设这边是100克的铁，我的比热，比热为当代号哈，比热。比热等于0.5。哦。我的温度是。一开始的温度 T0 是100°C， 我经过一段时间之后，我的温度跑到了50°C， 请问我放出多少热量？放出25。放出多少热量？再讲一遍。放出25卡。放出25卡，怎么来的？怎么来的？说说看。来，赶快！我告诉各位，定口错了。好，谁可以纠正他加一点？快点，快点！我可以，对不对？自己纠正自己可以。哎，再来。这是25。不是。啊，对的。不是啊、哦。不是啊、哦，你讲不是啊。
我们在乎的是这个 delta， 在乎的是差异，不在乎现在啊，不在乎结果，只在乎过程，对吧？啊，不在乎天长地久，哎，不在乎。长。那是什么？长。那就怎么讲？那有点搞笑。三百五，三千五，三百。三千五对不对？是三千五。没问题。没有喽。没有问题哈，所以这个能量放出来跟能量得到是一样的概念啊。我要让它，假设我先从七十度 C， 我让它上升到一百度 C， 我需要给多少能量？我需要给多少能量？对，它是什么东西？我现在从三十度 C， 我想把加温到一百度 C， 我需要给多少能量？3500卡没有错。所以这是一样可逆的哈，一百度 C 加到三十度 C， 我放出多少能量？3500。我从三十度 C 加3500卡进去，我温度到几度？100度。100卡。我们这整个宇宙的能量不会跑掉哦，能量只是跑来跑去，但是它不会消失，不会无中生有，不会无中出现。你说什么？那个燃料跟燃气嘞？我们再讲一遍，他们怎么产生氧能量？再讲一遍，就是氧气跟那个叫什么燃物的东西哦。怎么产生燃物？就是化学反应啊，它把键打断了，重新组合啊。所以它假设哦。我原来的物质能量比较高，这个原来物质能量比较高，我把键打断了，重新组合一个新的物质能量比较低，哇，这时候能量就放出来了，懂吗？坏了，它怎么把介质的能量放出来？这就是化学能，燃烧都是为了取得那化学能。啊，那整个宇宙基本上都往能量越低跑，为什么能量越低跑？那个三千啊，哪里三千？我现在卡哪里呀、啊？脑袋怎么会变成这么大？因为它一百克啊，对，一克，假设是一克的铁，上升一度 C 需要几卡的能量？一克的铁上升一度 C 需要几卡的能量？一克的铁需要？比特不是0.5吗？上升一度 C 需要几卡的能量？你刚才取笑人家大钟？我哪有？哪没有？我哪有？我说十克的水。是。十克的水上升一度 C，、哎、上升一度 C 需要几卡的能量？哎，拜托仔细听一下，十克的水上升一度 C 需要几卡的能量？十。十卡嘛，两边取掉都一，是不是？有没有这件事情？有，我只是脑袋混乱。好，那我现在问你啊。一克的铁，听一下，一克的铁，铁的比特0.5，一克的铁上升一度 C 需要几卡？零点五卡，但问题？没有。100克的铁上升一度 C 需要几卡？五十。那100克的铁上升70度 C 需要几卡？100克的铁上升七。你只要告诉我怎么算，不要告诉我结果。哎，同学，你如果会，他拉着你的手，如果没办法思考，就把手放开。没有，我在想啊。那就好好想啊，你哪里想不通要讲啊。100克的水，100克的铁，上升一度 C 需要几卡能量？那100克的铁上升2度 C 需要几卡能量？500克的。100克的铁，100克的铁上升3度 C 需要几克热量？150。那上升70度 C 呢？你一直加我。你就加70遍嘛，会加了吗？你会加了吗？OK， 好，那没问题，对不对？是没问题的。来，那我们看数学家的问题哦。来，我们讲一个平衡的问题啊。加70遍50。这是一杯空杯子。我现在往里面倒100克，听我讲啊，100克70度 C 的水，跟倒糖水，110克，加冰块，10克10度 C 的水，倒进去之后会变成几度？会变成110克。
度吸。啊，我懂了，刚刚的。不止几度吸的水，来 X 等多少？X 是什么东西啊？就几度吸啊，平衡的温度啊。100克。假设这边都不讨论说水的能量流到空气中，流到哪边就不管它，就当两杯水倒在一起，它能量平衡之后，它温度几度？77。那怎么会上升？中等上升？怎么可能？好厉害，太厉害了！来，快点，大钟。熊盖勒。熊盖勒。同学，你要急着告诉我答案。好。你告诉我你怎么想？啊，你想看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？好。来。没有，没有水，不好意思。啊，这是今天的题目啊。今天你告诉我想法，你怎么做？我写在开始簿上。你今天晚上9点以前能够把你想法写上去，正确的就加2点，好不好？小点，2小点。我今天喝自来水是3高。啊，清楚吗？清楚吗？2小点太小太少，没有鼓励的心情的，没有鼓励的感觉吗？没有，你要加。不会的，可以找任何一个学长讨论讨论啊，找任何学长学姐讨论讨论啊。